底下就叫你离相了。须菩提，于欲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，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能不能从三十二相看到呢？哎呀，不也世尊呢、啊、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呢、啊、释迦牟尼佛那个清净自性，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，每一个人都有啊。你看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啊，虽然具足清净庄严相啊，可是那个是相啊。你要见到如来是绝对不能用表象来看的呀，不能看说哎呀佛有三十二相庄严，就这个叫做佛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啊，具足就是庄严的意思，具足就是三十二相具足啊。如来啊，你要看到佛陀能不能以庄严的三十二相看到释迦牟尼佛，能不能看到？不能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具足色身呢、啊、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呢、啊、如来注意听，如来说真正的庄严相，具足庄严相是必须体悟到当体即空，即非庄严，即非具足庄严，就是具足色身当体即空，你要体悟到空无相，叫做非具足色身啊，是名具足色身，这才是真正的庄严啊。你一定要体悟相不可得，当下彻底放下，不执着，那一颗清净自性才是真正的庄严色身，具足色身啊。须菩提，于欲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，这就更清楚的问你了。须菩提，你要体悟到清净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，能不能从相上看得到？不也世尊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啊，你要见到清净自性，你绝对不能用相上去衡量，去执着，去看得到，绝对没办法。是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呢、啊、为什么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如来所说的真相，真正的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就不是三十二相的庄严，不是只要你看到相就不是真正的具足，因为不是心性，心性才是真正的庄严，无相清净心是名诸相具足啊。简单讲，大彻大悟的人叫做诸相具足啊，明心见性的人就是庄严相啊。你今天呢不大彻大悟，不管你怎么化妆啊，是不是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啊。心即空寂，湛然清净，岂有色身诸相可得呢？哪有这些种种的相呢？凡夫既不着有，哎，也不执着一个有，要不然就落空，要不然就着一个空，没有法就空，这个就是断常二见呢、啊。啊，什么叫断常二见呢、啊？断灭见就没有因果啊，啊，否定因果啊，就断灭见啊，啊，常见就是做人永远做人啊，做猪永远做猪啊，做狗永远做狗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外道啊，断常二见就是外道见啊。所谓观空莫非见色啊，观空你要观空可以，当下还是看到这些种种的相啊。如果加个当下更清楚，观空底下加两个字，当下观空，当下莫非见色，这见色底下加两个字，当下更清楚，见色当下莫不皆空，哎呀，加两个字清清楚楚，就是具足色身啊。所谓具足诸相呢，非具足诸相，非具足就是当下皆空啊，非就是空啊，空色亦如有无不异啊，有跟无是没有两样的呀、啊，才可以观无声啊。所以见一切声无相而见一切相啊，是名色声具足啊，诸相具足也。
深问赵州这么说，狗子有佛性吗？哎，赵州回答，狗子没有佛性，狗没有佛性。哎，你出家众就问了，这蠢动寒灵啊，这些在地上爬的呀，蠕动的呀，这些都有佛性，为什么狗子没有佛性呢？赵州说，唯他有业识在呀，业识就是生灭的意识心呐、啊。你只要生灭意识心呐、啊，就麻烦了。夫业识之人，种种着以有啊，起诸妄想者，此名颠倒之见呐、啊。因为我们要除掉这个业识，很困难。世尊知道，所以因此众。世尊知道这个众生执着的很可怕，力量太可怕了，用功了十年二十年实在是没办法见性了，世尊叫你好好的念佛，先求生极乐世界去，要不然像讲到这个啊，大彻大悟的法门呢、啊，真的很困难，一刹那之间呢、啊，如果不了生死啊，下辈子来又麻烦了，先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大家都容易修，哎，就执着没关系，你就执着阿弥陀佛久了，念阿弥陀阿弥陀，妄念慢慢少，慢听经闻法，慢慢放下，慢慢放下，接济佛抓得紧，临命中了生死了。世尊大慈悲啊，你知道这个业识太难了，众生这个执着啊，实在是到极点了。哎，因为有业识的人，就会着以种种的有，起种种的妄想，这个叫颠倒之见了。种种若一空，都无所悟啊。这个就是断灭之见呐、啊，哎，若一空就没有因果的观念，人死了也是空，狗死了也是空，哎，都无所悟，就是断灭之见呐、啊。术士有善根的人呢、啊，没有这个颠倒断灭的两种病，都能够洞晓空有啊，此名正真。正真之见呢、啊？如果悟这个慈理啊，乃会随时作衣吃饭，长养圣胎啊，任应过时更有何事啊？